一干和尚一放假就守到电视机，坐千凳板，好话光阵正肯出来，带佢爬喺灵斗，亲近一下大自然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啱好顺便去望望，上次我哋种个包碌，大家仲记得呢度吗？年前所有人都未有种嘢嘅时候，我就同你农去种到包碌啦，大家都笑我。咁寒就开始种嚟冇用噶，依家大家都铺地膜种花生，只有我呢三块包碌地有啲孤单喎。之前粉丝就问点解要铺地膜，学外省啲人噶，保湿保暖又防止生臭，就之前做多啲工，后尾呢就可以一直等收成啦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我啲包碌都已经系铺嚟三次嘅。哎，马里个呀，有就有，买有就乱的。冇忘记呢次来嘅目的，又马水来的去望望咩回事个。大家见到吗？对面岭有人喎，几时割开咁多木啊？我仔讲光头强又来砍树啦，真系好讨厌我呢几份经常马水来，马系水管爆裂，就系、是、人哋关我哋嘅种集。平常啲人到山上去做工，就喺呢度。煲饭吃，而佢哋煮饭用个水就是用我哋个水管个水，见啦嘛，好齐全喎、哦，煲碗盘乜嘢都有。佢哋想洗水就要关咗我哋个开关，用过之后又忘记打开咧，所以我哋屋企经常抹水来。呢、这个开关咁紧，左右都扭唔喐，我都冇知道咁样系开定系关，试咗几次都冇得，放弃咧。打电话请教一下村长正德，原来咁样系属于打开的，村长啱啱打电话俾佢哋老板，叫佢哋开水咧。我仔讲咁远都来到咧，去望望人家掘木工。我妈咁冷，肯到牙膏睇人掘木。头先就一马来，依家就马骝打脱咧。咁样马工干佢就好冷，咁快又把到牙膏咧。如果系要做工，就诸多理由。大家细农事然系咁样嘅话，嗰一片岭已经斩到光光嘅啦，种个全部系快速林。听人家讲种多嗰啲马好讲，其实好马好都马到我哋话事，我哋只不过系见证佢哋嘅变化。下山路肯定咁耐有啲渴嘅，终于肯出大路啦。咦，前面做咩塞车噶？哦，原来系一台拉泥嘅车，测下里边。冇得出嘅，难怪后面塞咗咁多车。农村道路本来就细，冇好避让，因为人份高速，个别道路先会扩宽少少。回去冇想望啦，平时出入总冇留意，几时啊装到只镜嘅咋？那边有好多拉奶车来嘅，哇，烟尘滚滚，好恐怖啊！依家我来地做工都冇想开摩托车来嘅。一是灰尘太大，二是没地方放。